喂，早晨刘叔，今日咧就几个消息同大家讲嘅。第一个咧就系 GG 今日交代咗到底 PUE 3.24 魔影墓场何去何从啦。喺呢个 post 里边咧 ，GG 就话啦，魔影墓场同埋佢嘅坟场工艺方法啦，两个都唔会被纳入核心机制里边嘅。喺香港时间7月24日早上6点嘅时候啦，魔影墓场咧就会正式完结噶啦。喺完结嘅时候咧，所有喺魔影墓场里边嘅角色咧，都会被移植过去相应嘅标准模式里边。魔影墓场相关嘅传奇装备咧，除咗 The Pandarus Pack 呢一件之外啦，都会变成核心掉落嘅，而且啦，魔影墓场啦喺嗰阵时亦都会被移除噶啦。如果你有任何剩低嘅棺材，又或者余烬咧，喺嗰个时间咧，亦都会被移除嘅。最后啦，佢哋亦都话啦，如果你仲想完成挑战嘅话咧，剩低嘅呢一段时间就系你最后嘅机会啦。而第二个消息咧就系今日嘅牙膏啦。Mark 咧就话啦，喺 3.25 里边，佢哋调高咗 Feldos Puzzle Box 嘅掉落率，个原因咧就系纯粹因为大家都中意开箱，咁就决定俾多啲箱我哋开。如果你担心太多呢一个箱出现嘅话，会导致魔血嘅价大跌嘅话，或者出现得太多嘅话咧，你就唔需要担心啦，因为 Mark 话。魔血的整体出现数量不是出现率，是跟以前差不多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再次在这条片里面留意到战敲的竭尽数量是比以前真的大幅增加了的。今次我们就可以看到由原本一个竭尽的层数都没有，然后它连续使用了三个不同的战敲，分别为 Seismic Cry 就有12个 Exert， Radiant Cry 就有10个 Exert， 和 Intimidating Cry 就有4个 Exert。 以上就是今天的消息了。除了官方的资讯之外， SickyD 昨天他也在 X 出了一个 post 说今天他就会出发前往纽西兰去 GGG 的总部，原因就是因为 3.25 的问答环节就会是首次现场问答，而再不是透过网上进行即时的问答。除了准备 PUE 1相关的内容之外，他在 GGG 总部的时候也都会亲身再次试下 PUE 2的，这样就问大家到底有些什么关于 PUE 1或者2你们是想了解得更多的呢。这个 post 最重要的就是告诉你们 GGG 怎样面对今次 3.25 的发布会。我们已经知道了他们不会有 PUE 2的时间占用了 PUE 1的发布会，然后再特登飞一个人过去进行现场的问答，可见 GGG 是高度重视 3.25 的发布会的。可能 3.25 的更新呢就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大的，不知道你们又怎么看呢？到底是没期望没失望，还是越来越期待呢？不妨就在留言里告诉我。